现在被云遮住哈，现在预计在可是几分钟就会亮出来了哈，那个月食、月全食的过程就会整个结束。那现在被云遮住，所以我们就稍微等一下，哦，就在这个方向上。我用雷射笔笔的话，大概刚刚是在这个，这个角度吧。我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摄影机能不能看得出来。各位帮我看得到吗？啊，调亮点看看。啊，不太行。在这个树。哦，这个树的再上去吧。哦，这个绿点上面，开亮点啊。等一下看看吧。隐隐约约的哦，啊，来了，对焦下，好，放大。它是左边的亮啊，那等一下慢慢的左边越亮越大，哇，又云来的。现在真的看起来比较没像刚刚那么样的红啊！哦，来，云走了。哦，各位摄影机可以看到，好像有一个圆圈的哈。对一下焦。啊，云又来了，就稍微这样雾雾的。那個、光线的关系哦，因为我这边看是上下那个是很尖锐的，摄影机拍起来这样肥肥的，暗一点啊，调暗一点。对不太到哦，太暗了，对不太到，连云。大概这样子比较像，但是因为上下比较尖的地方晕开呀、啊。
我再调一下，这是它侦测到的，然后调暗一点的话，哎呦，看起来还蛮大片的呢。其实没视觉上看起来没这么大片，还没过一半呢、啊，还没过一半，对不太到呢。因为外加镜头，怎么感觉好像快整个圆掉了？这样比较像我视觉上看到，只是没办法对焦啊，缩小看看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这样子不错。那就从影片6分08秒来看呢。现在这个角度看起来，月亮还蛮立体的呢。画面比较看不出来，但你看出是一个球的样子哦，那阴影。真的是很有趣哦，看来是空中真的一个球，然后旁边下面好像有那个大广场在照它，然后颜色比画面中看还要再黄一点，就真的看出好像是地面的那种什么夜市的那种黄色灯照它。
亮也往上跑哎、欸，看那个刻度，看那个画面的分隔线，它会往上跑。现在光用视觉看就觉得有点刺眼了，真的很像那个夜市在地面上，然后把灯打上去，然后夜市上面的气球这样子，看出远远的感觉。往上跑啊，越来越快。已经拍摄12分钟了，现在视觉上来看呢、哦，快要亮一半了。那因为它是圆的嘛，所以感觉好像中间的部分比较弧线啊，比较黑影会比较往左边一点点，不是真的一半啊。啊，但是加上它本身这个月球那个那些坑，啊，那一坑的货啊，你就觉得很有趣，就感觉那种很有点质感出来，不是说只是一颗球这样。那些坑啊，你那个光线照上去就觉得好像也有一些变化啊，这样。画面拉一下，它已经往上跑了。现在看应该真的已经一半了哦，月晕出来了，现在那个旁边云哦，有月亮在照，感觉出看得出云的
那个边缘的，然后周遭的云也是好像被月亮照，看得出边缘呢。摄影机可能比较看不出来。调亮点看看，哇，可以，哇，我可以看那个云都被照出来了，对，舞台到了，跑掉了，嗯，对，旁边看看。越来越亮了，现在连那个我的脚月光都照出来了，让黑到看不到那个脚。下雷射比明显不明显？来镜头这边，没电了。现在刚过一半，它那个亮度过半颗球了。
调一下光线吧。云来了，云来了。现在就是月亮跟云在抗衡了。月亮亮，然后又照亮云，啊，云又过来，就让月亮更暗一点点。那现在好了。现在剩下大概剩三分之一吧，三分之一。
要回来了哦，现在我把它调暗一点，看能不能看得到月海那些的。看不到出来，雾雾的哈，这样很难对焦。拍了27分50秒这样子，亮度，那它的剩暗的部分，它剩这一点点。这么亮，
还要再十几分钟嘛。十几啊，甚至二十啊。猫就跑到那边了，把猫在左边。我又钻了个洞进来。分钟了，来，跑进来了啦，那只猫，稀稀索索的，哎，小黑，小黑进来了，黑色的，黑色不是那叫的猫吗？放羊，然后窗户没关，然后自己跳过去。手机越来越拍被糊的，四分钟了，现在已经月光亮到那个我的三脚架，摄影机上架可以看得到影子。快一点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
电的啦，手机方面电的啦。看起来好像还剩10%吧，10%的阴影。亮了之后，反而蚊子越来越多。亮的吼，亮的猫就出来活动的吼。刚是小黑呀、啊，现在搬来吃。看是不是那个猫，那个妈妈，白底虎斑，看看是不是。跳的全家都知道你在，你进来了。哈哈，那个跳到隔壁去了。看起来剩下7%或8%吧。调亮点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大概这样子看起来。
嫂嫂的，对啊，白绿虎斑奶奶妈妈，奇奇叔叔，奇奇叔叔，你技术没很好，很大声的，小笨笨，他妈妈来的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顾你的小猫吗？你躲在那边。这很有趣耶，他们好像月亮亮的时候才在行动，对猫来讲可能知道这个亮度够亮。排了44分钟喽，都还没有真正圆起来呀。一口口的在我后面。哎呀，猫咪在我后面，一口口。右前方又有猫的声音。剩下大概3%，大概3%左右。没想到从刚那一点点录到现在47分钟了呢，这样也一堂课了。
加油啊，加油啊，赶快整个圆回来。还剩那一点点，亮点给各位看呐。哦，这样子，啊，周遭云都被照亮了。剩这一点点。哎呦，快要圆了哦，快圆了哦，剩一点点哦。镜头拉一下，才差一点点。
差一点点哦，还差一点点哦。你看到、哦、还差右边右上角一点点哦。大概只剩2%哦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